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至二节，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
幸福在等候丈夫，我们教会精心准备，每颗心渴慕等候主，歌颂愿你快来，主耶稣来，愿你快来，主耶稣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。阿们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哦，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等候你来，我们等候你再回来，主啊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再见你的时候，我们将会被你的爱拥抱着，我们将会非常稀奇这么爱我们的神。